11月21日是陈伟霆的生日，霍汶希在微博晒出两人旧照及合影为其庆生。他写道：“祝你生日快乐！十几年前和青葱的你的合影，眨眼间竟已经过去十几年。全新的一岁，继续一起加油啊！”霍汶希是谁？霍汶希是一手带出谢霆锋、容祖儿、阿萨克名人的金牌经纪人，目前是英皇娱乐艺人管理部总监及唱片部总监，北京办事处营运总裁。陈伟霆相信90后的观众都很熟悉。1985年11月21日出生于中国香港，华语影视男演员、歌手、主持人。2003年通过香港赛区的新人选拔赛进入演艺圈。2013年转战内地。2016年通过《古剑奇谭》里面的大师兄一角，在内地正式走红，被众多80、90后观众所熟知。余文素替整理报道。